高嘉玲，1990年2月10号，90年，我爸还在正常一线呢。 高叔叔名字，原来高叔叔是老郑的线人啊。那他们俩应该很熟，说不定咱俩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认识了。 怪不得我爸去世之后，第一个来看我的就是老郑。你说，老郑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不要多想了，高叔叔如果知道你现在成为了一名警察，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说不定。 他们俩现在正在一起喝着酒，在天上看着你呢。你可要加油啊！我会的。 你跟小凯怎么认识的？我来的时候他就在啊。哦，对。那你们关系处的挺好啊。我跟大家处的不都挺好的吗？非要说特别，老陆临走的时候交代一句，他跟小凯关系好，让我好好照顾他。 哎，你跟老陆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俩一起从监狱里逃出来的，你差点给我活埋了，记得吧？家具还是少喝哥。哎，哎呀，6年多了，他来了就联系你啊。 就跟我当时找你一样啊。他那天来跟我说，混不下去了，想跟着我们。我可不同意啊。我说你找个正经事儿干，挣点安稳钱，是你非要叫他进来吃饭的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那天还是你烧的菜。他们不敢说，我可跟你说哥。你才太难吃了！我是怀疑我自己。走。鹏啊，干嘛呢？没干嘛，给谁发信息？给一个朋友。朋友。啊。
拿过来我看一下。你看了？拿过来我看一下。老大，哥，那个误会了。现在只是打开那个绳子，解开来。小凯，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叛徒，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学校包场看电影，当他们叛徒出现的时候，我他妈恨的我在我红缨枪，我就想捅死他。来，看看站着这几个人，有没有跟你一起的？啊？有没有？啊？有没有跟你一起的？啊？这边有没有？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？没有。啊？行了，来铺上吧，来。哥，哥，我哥。错哥，错了，哥，错了，哥，错了，哥。啊，一刀弄死便宜他了，活埋吧，埋吧。小凯，小凯，小凯。